要讲的。非常高兴参加了我来报新闻挑战赛颁奖典礼，而且也在现场见证了好几位媒体生力军潜力股的诞生。现在呢，我就邀请他们一起来跟我 PK 大挑战。Round one, fight. 风吹灰飞，风吹灰飞灰飞花上灰推灰，风吹花灰灰飞去，灰在风里飞又飞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，红凤凰，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花凤凰。 Round two, fight. 根据主角赴右医院观察，这样的病例有增加的趋势，因此他们展开一项全球首创 的研究。教育部将从明年一月开始，在本地20所特殊教育学校推出职业教育教学大纲。由于现在的新闻，我们讲究这说的方式，所以呢，你比较讲究的是在镜头前的一个对象感。这个镜头前面，我想象一个人要告诉谁，所以在你有这个对象感的情况下，你就会把这个新闻比较亲切或者是比较口语化的把它表达出来。我来报新闻挑